那因为你刚是第九个、第十个嘛，那前面一直没有抽到，你当下是那个心情是？对，我后来就心跳越来越快了，一开始觉得哎，就是两千两百好，对，就是反正看运气，对，然后后来才开始慢慢打上来。超过第几个之后开始心跳加速？前面做了一半之后，有预感吗？后来才知道。